分享的是可口可乐与 Jump 漫画 Jump 联名合作的公仔商品啊，然后这一个系列是所谓的杀人网球，或者是俗称的超人网球的那个网球王子所出现的角色，然后总计清雪的出现的角色，照理说应该很多啊，你像那个前真治，就是所谓的那个统计网球的，或者是蛇球，我还记得那个蛇球，海洋海棠啊的那几个，他这个系列好像都没有做啊，然后做的是比较。基本上都是清雪啦，从衣服来看可以看到都是清雪角色的公仔啊，分别是算是主角月前龙马，然后造型是这样子，正面看是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然后这边有可口可乐标志、啊、底部可以看到它有编号，它编号是9号、啊、可口可乐编号9号的月前龙马，其实我已经忘记月前龙马它有什么特殊的技能了、啊，我只记得他的口头禅是你还差得远了，对，以前还就很好看啊，可是到后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他的就已经是变成一种那还是网球比赛吗的一种概念啊，这是算是主角月前龙马，侧面这样子，正面这样转圈，这是月前龙马，然后再来是这一个是手冢，然后手冢的正式名字我已经忘了啊，他的技能我只记得是叫手冢区啊，就是只要进入他那个技能区域的，他发动那个技能之后，在那个技能区域，他就是都是他的领域。后面是这样子，一样是可口可乐标志，侧面这样子，前面是这样子，转一圈。然后编号的话是10号、啊，所以他应该是2号，这是手冢。然后再下一个，这一个是桃城啊，但桃城全名是什么？其实我也忘了。虽然角色很多啊，但说真的，其实有真的在记的，其实没有很多啊。其实这个涂装，我个人觉得也还不算差、啊。侧面是这样子，然后有拿一个网球、啊，然后编号的话是11，哎，刚好是11号。正面是这样子，侧面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要有可口可乐的标志啊。这个系列它这一个版本 Jump 的网球王子的版本是总计出了5款啊。然后再下一个，这一个是橘丸啊，橘丸赢了，这个我还记得。然后它的特色网球就是很像在打特技啊，会这样跳来跳去的。然后编号是12啊，正面是这样子，侧面是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一样有可口可乐标志啊。这是编号12的橘丸赢了。然后再来是个人觉得咪咪眼都是特别强的一个角色啊，不二周助。不是周助是这样，然后最看他眼睛的部分完全也没有开过眼啊，他开眼的时候代表是他很认真的时候，底部是这样子，编号是13啊，他是第13个，总计是这样子是5款啊，侧面是这样子，后面是这样子，基本上其实我注意看他们，注意看的话脸斜着图案啊，他们脸斜着图案都有做特别的涂装啊，所以每一款的鞋都不一样啊。这个系列总计有这5款啊，网络上其实这个系列还买得到，售价大概一颗大概5-60块啊，整套大概300多块到500多块都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考虑去购买啊。